不见，热带鱼都比我更能吸引你的视线。咖啡店的老板住在2003，你对我的了解太片面。别再说人家就是主导操场街间的动作，说的没错，你爷爷能阻挡一年与你抗争。不重要钱包变故体重变轻掌控我人生。听好了，姐姐就是女王，将会站在最高。别当我是圣贤，誓言若不兑现，走远点。